如何挑选柚子？又到了柚子上市的时节了。柚子富含多种维生素，是一种酸甜诱人的水果。今天几分钟就教你如何挑选柚子。你将需要仔细观察。第一步，看果形。好的柚子体型应该是上尖下宽，即柚茎较短，果体底部则宽大平整，像一个不倒翁或水滴状是最好的。第二步，看果皮。好的柚子果皮应光滑，毛孔较小，用手按压果皮，若不容易按下去，则表示果肉较紧实，属于皮薄肉多的好柚。小提示，若是要马上食用的，选择果皮颜色偏橙黄的柚子，若想储存一段时间再食用，可选择果皮偏青黄的柚子。第三步，比轻重。挑两个个头差不多大的柚子放在手里掂量，哪个较重则表示哪个果肉较多，含水量充足，比较多汁美味。知道吗？世界四大名柚分别是文旦柚、平山柚、沙田柚、暹罗柚。